来，石头，帮我一下。石头。好，出发，出发。爷爷，是。到了到了，水位海水退得很厉害，要上来不简单，小心，慢点慢点。小心。我看到我一喂告他妈的。好多海龟哦，海龟嘛，到处都是啊。看到吗，海龟？哎，那边还有一只哦。它在等吃的。是吗？你喂它呗。我没有喂的，哦，我用饼干。不要了，等下吃死的。但是呢，我来试一下，吃海蜇的啦。我用饼干，我来试一下。人家吃海蜇的，不是吃。终于到了 ，OK， 这里是我们约定的这个别墅。哇，这个珊瑚都水退了，珊瑚都出来了，全是出来了。这个珊瑚还是美美的啊，美美的。这个环境怎么样？德拉湾不露德拉湾，这个是德拉湾岛，德拉湾岛 ，OK。就在长长的小桥上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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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就用那个叶壳文火去慢慢的烤。这是什么河豚吗？一种河豚吗？哎呀，就这样烤一次吧。然后打鱼回来的这个渔夫就在这边试试吃饭。马卡纳西，马卡纳西。Yeah. 小孩就玩死我。